你奉献出去，神就会俾好多俾你噶。我成日发觉神成日都俾我噶。你肯听神嘅话，神就不断俾你噶。譬如我想话翻香港，嗰个人啊识咗都唔够两个礼拜，佢就同我讲：我同你出两个机票。即系我都觉得好出奇噶。我话咩原因咧？佢就即系呢个真系神咁，佢系神叫我咁做，我就咁做。我都好多时候有时内中会。即是会收到一些这样的神的给我特别的恩典，那就是因为你吸人就必有吸你面你来的，并且十足称到十足给你们的。连摇带按怎样呢？即是米摇啊摇啊摇按按按按，即是给多一点你实多实一点的，上尖下流倒到满晒，上好像米一样将上尖尖的下尖流晒写晒的，倒在你不怀里，因为你用什么凉气凉吸人，有什么凉气凉给人。如果你俾人嘅係咁少嘅，稱少少嘅，神就俾少少你。你好樂意幫人，神就好樂意去幫你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會咁樣嘅心，因為你樂意幫人，神就會將好多嘅俾你，等你能夠幫到人。嗱，我點樣可以原諒人呢？好緊要咋？你睇到自己都係一個罪人，我哋都係好多罪嘅。即係我哋見到人嘅時候，唔好話啊，我又冇嘅。其實你見到咩大罪人，報紙上登咩大罪人？在某個情況可能我們都會做同樣的事，所以你說其實我都會有這個罪的，求主赦免我，叫我不要看低那個人，真的我自己都去悔改，時時都說神這麼大的恩典，所以我都要去原諒人。而最難原諒是什麼人呢？是最近的人，你日日相對的，可能他暗暗沉沉暗一多，你就很難原諒他了。那你就想想他的動機，你媽咪經常暗你，他的原因的，其實我哋好多嘢做咗，令到佢好猛整嘅咁，即系我哋个心里面化解呢种嘅原谅，时时祝福人嘅时候，神就祝福我哋。我哋一齐喺神面前就神啊，你帮我哋睇唔明呢个图画系乜嘢啊 ？The medicine you need， 你需要嘅药系咩咧 ？Forgiven all， 就系能够你原谅晒所有人。呢、这个药咧最好嘅，你原谅人咧。是你自己的良藥嚟喎，唔原諒人的人有什麼後果啊？地獄啦，除了地獄之外咧，仲有今生會點啊？好好痛苦的，唔原諒人是不開心的，嬲人的人是不開心的，你知不知啊？嗰啲人你好像看到佢嬲爆爆咁入嚟，哇，好似好威水，其實不威水嘅，其實佢的心裏面成日要積存一種怒氣嘅，開開心心的人咧，快樂得多。OK， 我一起起身求主幫我哋。真心去原諒人，你愿不愿意呢？